哇，小女儿的学校啊，今天的天气真的挺棒啊。这是保安啊，马给早安，马给早安，早安，马给早安哟。好了，分享在印尼生活的点点滴滴。网友们好，亲人们好，我是印尼小松啊。今天啊，很开心的一个日子啊，因为小女儿小学毕业典礼啊，所以特地过来。好了，为大家分享啊 ，Let's go。早安，马给，在这边签到啊。哇，这是小女儿的学校啊。啊，穿着这个民族的服装。Hello，Hello，Hello，Hello。这边他们有他的照片啊什么的。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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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女儿在拍照片啊，跟那个老师们。前面是这个礼堂啊，啊，在这里边拍照啊。哇！哟。这个乐师啊，孩子们在这儿。多满意多吧。啊，这是中爪哇的一些乐器啊。打击乐啊，打击，这边更小的，声音更高，对吧？这边还有啊，铜板，哇哦，声音很好听啊。
照一张这个毕业照啊。穿着这个毕业典礼的这种衣服。孩子也长大了啊。学习开心吗？开心。在这个背景啊，这个毕业的背景，戴上帽子啊。这个以前都是看别人的孩子这个毕业照啊，今天也轮到小松了啊。大女儿的毕业典礼没有参加啊，因为工作啊。小女儿是放假了，正好能赶上啊，也是挺好的。给、okay, 让这个工作人员帮忙拿着这个小松的摄像机啊。给这弟弟啊，身体里走路。身体里走路，走路给他。OK。好，先让他孩子自己照一张。很漂亮的啊。很漂亮。一度给你几个我的主播给到啥嗯因为我的保护是呀漂亮啊一起毕业啦、okay.
我来跟天天吃。好了，小松根，开始拍一下啦。来吃你沙土路啊，神勇。Sekali lagi, let's sing satu dua. Ada lagi ya. Satu dua senyum. Okay. Yeah. 谢谢谢谢。哇，好了，留作纪念啊。谢谢。好了，那这个小松参加了孩子的毕业典礼就到这儿了啊。然后晚上呢，小松要带孩子们吃饭啊，一块儿。好了，来，听听小松在孩子的毕业典礼啊，欢迎大家收看点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啊，记得关注。呵呵，亲亲。